我提的每一个政策，所有的数据都是经过我们非常严谨的找出资料。好，请问什么时候缺电？你说数据，那我问你缺电的数据，缺电，你去问问看全民有没有突然就缺电，然后就告诉我是老鼠，告诉我是飞鼠，你去看看，你去问问看原住民的地区，那不叫缺电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清楚知道，是因为缺电，所以呢，你们才会把这些电，然后无缘无故的去断电，然后提升。我们的这个都是公开透明的资料，不好意思，这个、不是缺电，我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有数据的。什么时候缺电？缺电的数据是多少？好，你说有数据，缺电的数据是多少？你没有数据，我们不可以在这边再做这样的讯息回答，好不好？你只是讲一个老鼠的事情，那不是缺电吗？